清晨六点，山顶上的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的歌曲。这歌曲是一个信号，通知河对面村庄里的工人要坐船过来采油茶果了。山坡上的油茶林是黄洪安老人栽种的，他的家也在河对面的村子里，不过为了看护好油茶林，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山上。黄洪安老人在山上种树是从2008年开始的。2008年，龙潭水电站淹没了，把我们这个村好点好多全部淹完。龙潭电站在洪水河的上游，是为了实施国家西电东送的战略而建成的。电站蓄水后，在它的上面形成了一个龙潭水库。黄洪安所在的杜邑村被水库淹没后，全村都搬到了半山腰上，这对他们那本来不宽裕的生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虽然国家给了移民补贴，但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当时黄洪安已经50多岁，本来可以平静安稳地度过自己的余生，但是他看到村民们，尤其是很多贫困户都失去了生计，作为村支书的黄洪安想要为这些村民们找个出路。我年纪是老了，咱们这个党员永远年轻在路上，所以我们上山来穷金济林。黄洪安对于种植金济林并没有什么经验，头几年的摸索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因为在我们这个杜邑村，海拔低，温度高，种这个板栗爱生虫，种这个茶木爱做火，无收入。黄洪安从容易管理的油茶树身上发现了一丝商机。我们这个地方几十年前野生的油茶树，我们把它果实摘下来榨成油，用来煮稀饭。2012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凡是退耕还林的田地都会给予一定的补贴。黄洪安利用国家退耕还林的钱开始种植油茶树，望着茁壮成长的小油茶树，黄洪安动员村民们一起种植，有的村民开始上山试种，还有一部分村民持观望态度，觉得油茶树要3至5年才能结果，这期间没有收入不划算。为了种植好油茶树，给乡亲们做个示范，黄洪安每天住在山上，只有在下山采购生活用品时，才能回到家中看望一下自己的老伴儿。我老们刚一挂到本地，还不住下，我们那些街道朋友，俺是街道朋友，每个月都得交工的，难离，啊，当然不要白面喽。黄洪安的老伴儿有脑卒中后遗症，行动不太利索。但忙碌的黄洪安却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老伴儿了。茶油是中国农村的传统食用油，近年来人们对它的营养价值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它富含多种亚油酸，有着东方橄榄油的美誉。作为压榨茶油的原料，油茶果的价值水涨船高。
就连临近省份广西的商人也来到黄洪安所在的贵州省望谟县收购油茶谷。黄洪安种植的223亩油茶林，2015年开始挂果，每年的经济收入可以达到40多万元。看到能有这么大的收益，一些原来在犹豫观望的村民也加入到种植油茶树的行列。几大百亩以上的20万到30万，十几二十亩的不低5、6万，这样人民就收入可以多病师傅本秋康。黄洪安倡导种植的油茶树成为了水库移民们新的摇钱树、致富树。